彭昱畅女友身份曝光，女方甜美可人，两人约会好亲密。近日，彭昱畅带着一名长相貌美、身材姣好的美女参加朋友聚餐被拍，该女子疑似是其女友。聚餐结束后，两人一同乘车离开，被拍到带女友和友人们外出吃饭。当晚两人在餐厅吃吃聊聊，很是开心。彭昱畅穿着宽松 T， 打扮随意，彭昱畅女友打扮精致，身材姣好，女孩看起来身材姣好，颜值也很高。聚会时间两人有说有笑，举止非常亲密，这是要公开女友的身份吗？4月23日，彭昱畅恋情被曝光，随后本人大方承认，还要大家不要胡乱猜测，只是普通人的恋爱。随后有知情人透露，此次和彭昱畅一起参加聚会的女孩是一名经纪人，名字叫 TuTu， 还曾上过某个综艺节目，长相十分甜美。彭昱畅平时非常低调，此次带女友一起聚餐确实让人有些意外。如此看来，两人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，看起来真的很般配啊。